又和暖聊，有空来玩；又和雷聊，有空来玩。走吧，雪克语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菲仙，今天又和雷聊来到庙里聊，为大家了解客家人传统的种稻产业。老鼠啊，泡着薯片，撒下来豆泥炊肉，锅炉炊肉，炊肉用脚丢到杂杂，再搞用火烧出来，慢慢的浸出浓油，拿着锅铲就会焗糯，炼浆糯，焗糯。用冷锅后，老鼠分离，等过两层就会浓油，就在那里做重糯、浆糯、重糯。做啲风冲做香粉产品，哇！唔知你有试过种落嘅香梅么？头摆种树就系客家人先发嘅提起，种落产业系了解客家历史冻藏咗嘅部分。希望大家爱微信，大家长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苏维萱。想知道台湾有哪里好玩好吃的吗？想跟我一起边玩边学客家话吗？记得锁定华视52频道，又和来了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